有民众在美国佛州的海岸捕捉到一群红鹤在海滩上悠闲漫步，呈现华丽的景象。原来是伊达利亚飓风把红鹤吹离了飞行的路线，导致他们意外出现在佛州西海岸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黄玉兰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我们再会。